但是今晚，我选择离维园，而唔系翻中大。我有教师，我中意同年青人喺埋一齐。但今晚我选择嚟呢一度维园，系因为我相信喺呢一度有更加多嘅年青人，会有千千万万年青人喺度。所以希望在座嘅年青人，如果在座嘅年青人，希望你哋能够企起身，能够企起身，挥动你哋手上边嘅竹竿，挥动你边手上边嘅竹竿。多谢大家，好多谢大家。我希望喺校园入边啲同学见到呢度，大家见到青年人，见到民生嘅向背究竟系点样噶？而家喺台上边都有两位年青人。冇选择对其他地方，今晚咧选择嚟咗维园。我介绍两位俾大家识，一位就系唐晓欣，另一位系蔡佳阳，请俾啲掌声佢哋两位。因为你俾嘅掌声唔单止系俾佢两位，仲系俾紧嚟紧今晚六四集会嘅其他嘅年青人。唐晓欣好激动，大家知道佢系一位港大同学，大家都想问一个问题：点解今晚你冇留喺港大，而嚟咗维园呢一个烛光晚会啦？各位喺维园嘅市民，大家好。今日选择嚟到呢度，系想同大家讲。我自己认为港大学生会的言论不代表我，亦都不完全代表这一代的年轻人。我选择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一种声音，是我们不会忘记这个历史的事实。晓欣，我知道你都是这个大专政改关注组的，你觉得悼念六四集会和争取这个民主、争取政改两样东西是否风马牛不相及的呢？在我们的组织来说，这个完全不是互相矛盾的事。悼念六四可以有很多的形式，很多市民这二十
17年来选择了点起烛光纪念民主的烈士，当然有很多人以不同的形式，所以对于各大学生会他们去今天去举办论坛，我们非常尊重，但是他们偏偏选择今天有一些情况，就是港大是会有一分钟的悼念，一分钟的默哀。我们认为就算形式不同，其实这一种都是悼念。而我自己的组织希望更加连结，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六四对于香港的民主是怎样推动。我们认为在悼念以上也都是要有更加多的行动，可能我们未必同支联会的想法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比较相信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我们不认同建立不到自己的势力就要去拆毁人家的台，这一些才是真正的民主。希望八九民运的精神可以遍布各地，我们今晚大专政关亦都是会游行去到中联办，以直接的行动声讨这个屠夫的政权。我隔离有另外一位后生仔嘉阳，嘉阳更加后生，只有得18岁，他已经加入了支联会，成为了知青组的成员。我很想问你，很多人都觉得六四发生时你都未出世，支联会应该是一个老饼的组织，走来今晚这个六四烛光晚会更加老饼，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大家好，我就认为我就不认同支联会是老饼的，因为我觉得支联会他的理念是不会过时的。我们争取平反六四是要争取到底，绝不过时的。还有我认同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个理念，我认为我们在争取香港有民主的同时，我们亦都应该要去声援内地的维权人士，因为现在他们在内地是受尽打压，难得我们在香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我们更加应该利用我们现有可以用到的自由来去帮他们争取民主。嘉阳呢不单止来今晚的六四集会，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呢他也都参加了支联会很多放风筝啊、长跑啊等等的活动。你为什么参与这些活动呢？我首先就讲下长跑啦。我就参加了六四长跑两年啦，今年就跑27公里嘅。27公里是一段唔短嘅路程，当中是需要一个好大嘅坚持。呢、这个坚持就象征住我哋争取平反六四嘅决心，我哋一定要坚持到底。我哋一定要争取到中共政权向死难者家属道歉同埋赔偿，还返佢哋一个公道。至于放风筝，我认为放风筝系亦都可以表达到我哋对民主嘅呢个诉求，就好似当年喺天安门广场，啲人都系用放风筝嚟干扰喺上空监察嘅直升机，呢个系可以象征到佢当时嘅嗰个情况，我觉得系好有意义嘅。过去廿几年，直到时候嘅六四嘅晚上，我都嚟咗呢一个烛光晚会，因为我相信。在六四入面见到的烛光就是香港人的良心，因为我相信在六四见到的烛光亦都是中国人的良心，因为我们相信
人与这个暴政的抗争，亦都是这个记忆与遗忘的抗争。因为我们相信守护的本身就是一种抗争，因为我们相信悼念，因为守护记忆去悼念，在六四以烛光去悼念，本身亦都是一种抗争。最后，我寄予个别的年轻人，不要因为对一个政权的愤恨而盖过了对苍生的慈悲。多谢大家。几位朋友的分享，我们的年轻人已经准备好成全当年六四学生的精神。今日在香港，我们有自由争取民主，但是在国内现时仍然有因为悼念六四的民运人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被捕。我们要求中国内地政府要立刻释放所有民运人士，让他们能够重获自由和尊严，跟住让我们以一首自由花送给因为寻求公义而失去自由的人。举起我们手上面良知的烛光，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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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一
民運人士，釋放民運人士，追究屠城責任，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平反六四，堅持到底，堅持到底，平反六四，平反六四，堅持到底，堅持到底。中國政府繼管制大學校園言論、限制網路同埋新聞自由之後，在上年的7月9號開始大動作拘捕多名的律師、維權人士。被捕的人都是以和平、合法的方式去捍衛他人權利。大規模的抓捕遍及全國，國家安全法被用來作為侵犯人權的法律依據，是鉛制中國人民自由一系列高壓作為的展現，明顯違反人權。接下來我們會播放一條關於內地濫捕的短片。大抓捕的2015年7月9日凌晨，北京律師王宇公安暴力破門帶走，他的丈夫包龍軍和他的仔包蒙蒙亦都失去聯繫。翌日清晨，律師大抓捕正式展開。首先是北京豐瑞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相繼被帶走，隨後數周走捕行動蔓延全國，紛紛被強制訪談，身外傳媒指指涉及律師及維權捍衛者200多人。中國中央電視台央視等官方喉舌卻以維權式滋擾來形容被捕的律師的工作，稱其勾結訪問炒作案件犯罪集團。央視入播了其中一啲人的認罪片段。好像有些策划去代理一些所谓的敏感案件，在法庭内给法官施压，在法庭外组织策划花钱雇佣一些专业闹房人员打横幅、贴标语、喊口号，给庭内施压，庭内庭外相呼应。除了大规模抓捕管辖，又利用污秽污蔑律师外，当局更以被捕律师的家属向他们示范，除包括门外，连身后律师五岁的孩子曾亲眼目睹爸爸的强制带走。被律师五岁的儿子跟妈妈讲：爸爸是被手铐带走的。你妈妈在惊恐中亦不忘同儿子话：那些是玩具。小孩却用肯定的语气反驳他的妈妈：那些不是玩具。我是709大抓捕中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首先非常感谢各界一直以来对709的关注和声援。709到现在已经10个月了，这10个月我们家属和律师一直在依照法律程序不断的抗争，包括大家不断的呼吁，但是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无力很绝望，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就会等到云开日出的一天。在此万分感谢，谢谢大家。中国只请到300名维权律师，他们通过法律行动捍卫国际同样同中国国内法律保障的基本人权。这些维权律师遇上中国当局的监控和骚扰，涉人更加曾经遭受拘捕、起诉甚至酷刑。维权律师通过代理大量人权案件，有效地保护了各个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成为维护民间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维权律师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官办律师协会更加充当打手打压维权律师，在维权律师连结和代理案件的时候设置层层关卡，甚至吊销律师资格证。在律师权益都没保障的情况之下，更何谈公民权益。我叫王俏丽，是709事件当中
被抓捕的李和平律师的妻子，我在这里向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包括709事件的海外的朋友，向你们表示感谢，谢谢你们。正是因为你们一直的关注，不懈的发声，不住的坚持，使我们在寒冷的冬夜相信这寒冷可以过去，使我们在夜晚看到了光亮，相信天明一定会来到，谢谢你们。直到中国当局大力打压律师自制，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关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联同支联会、政委会、中大学生会等团体发起多项声援行动，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以及多个欧美、加拿大、澳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法律专业团体相继发出声明，要求中国政府遵守程序正义，释放维权律师。相信大家依然记得半年前香港铜锣湾书店负责人和店员的失踪事件，负责人之一李波竟然可以在香港被内地的强力部门强行带走，不需要经过正当的出入境程序，亦不需要回乡证。李波回到内地后来获释的时候，竟然要为施暴者去到辩护，但是无论中共怎样遮掩、怎样掩饰，事实和真理依然是欲盖弥彰。跟住落嚟，我哋会睇一段有关李波被失踪事件嘅访问，睇下中共怎样侵害香港嘅自由。另外就快的，因為如果你看看同我們聽到的外面的人方面就想會有你的反應的，而且如果不是因為樹你就沒理由把張三個人放到身中買失蹤買真相，就是因為你就只能發驚我們的大量主題學生的人的地方有幸運極佳，幸運報主不斷的記者
请中国国情嘅 CCTV 员副子刘亮信先生为我哋服务，有请。睇我多数都系就系、是、睇我评论新品，好少见我企出嚟嘅。但系今晚我要企出嚟，因为如果我哋唔用身体力行去维护我哋嘅言论自由同埋我哋嘅各种自由嘅话，我担心唔知会唔会不断削弱。所以我哋要行出嚟，系咪？喺短短几分钟之内，我难以讲国内而家新闻嘅限制，以至喺香港嘅新闻限制。我只会尽量让大家知道，喺大家嘅头顶上面，而家有几多个都或者几多个盖要笠紧落嚟。如果我哋唔去抗争，只会由头到脚笠到落我哋个脚趾公，呢一样嘢系我哋唔会答应嘅。所以我好简单咁讲一下，而家大家面对到睇到嘅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嘅不断收缩，包括正话李波嗰个嘅情况，大家睇到啦。我可以同大家讲，呢一啲系源自六四之后江泽民的一段说话，那段说话的精髓对他们来说是精髓，就是他当时提出哪个出钱哪个就老板，就要听哪个话。这个说话是当时接见香港一位左派新闻界领导的时候讲的说话来的。所以在他这个说话之后，大家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么多内地不断落实他这个说话。他这个说话其中有提到两句很核心的，就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同时也都是占领别人的阵地。所以跟住出现的情况，大家你可以看到在传统传媒上面就出现了他们的阵地战。他们的阵地战通过广告，通过股权的收购，通过对高层人士的笼络统战，他们觉得有经济就可以带动一切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看到这些枷锁不单止在新闻界里面出现，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出版界啦，跟着教育界啦，是吧，还有文艺界、话剧界等等，很多这类这样的卡压都陆续有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还要注意很快会出现的另外一样东西，这个叫做大外宣计划。我不是讲他什么秘密，而是他这个已经公开了。所谓大外宣计划，就是他们希望透过他们的钱来带动去不断收购或者影响海外的传媒。大家可以看到当年江泽民所说的事，不单止国内，不单止香港，他们还要财大气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不妨可以再看看他们说要法律有法律，是他们的法律。过去一段时候，国内的网络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等，其实都是限制一定的自由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有没有发觉最近有个新闻啊，王毅外交部部长怎样去对待外国传媒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财大气粗的表现了，是吧？那所以他说、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中国文。中国人，大家不妨可以反问一句，王毅你了不了解中国人民啊？他绝对不了解。中国人现在不是单单要吃得饱，还
是要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呢一啲，你作为官，作为中共的领导层，有否听到人民的声音啊？冇。所以面对咁样嘅情况，我只系好简单提一句：佢哋喺边度施加压力，我哋就在边度抗争，系咪？所以你睇佢而家嗰个嘅压力咧，基本上系无处不在。所以我哋亦都要跨媒介嘅抗争，包括除咗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等等。我觉得好多嘢系跨媒介嘅。正因为咁，我喺27年前六四之后翻嚟，我根据当时关正杰嘅一首歌《一点烛光》，我重新写过嘅歌词，里面系写我当时喺北京所见所闻，以至好多感受。但系我唔会悲观失望，我仍然睇到要靠大家继续将呢个希望燃点过嚟，系咪啊？所以我呢首歌过去只系喺我屋企对住我太座唱嘅啫。今日佢都喺下面，今日而家呢首歌已经系由一个青年嘅音乐家，我强调系青年音乐家，佢而家完全是觉得青年人是要燃点六四的烛光继续下去，这个就是 Barry Lam 了。所以我觉得今年是在他的启发之下，他叫我再将这个歌词拿回出来，尘封了27年了，将它录成一个新的 CD， 在今天在维园里面已经有得卖的了，亦都是为支联会筹款的。因为时间问题，我没办法在这里唱给大家听。所以我的重点是放在这首歌词里面的最后那句说话，就是盼共你上路去，哪管风雨狂，凌霄之中。好多谢夫子，多谢夫子唱咗《一点烛光》。跟住落嚟，我哋会唱《民主会战胜归来》。We'll be right back.
朋友，今晚出席我哋呢个烛光集会嘅市民系坐满晒六角嘅足球场同埋部分嘅草地。根据我哋嘅点算，系125,000人。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onight's candlelight vigil, according to our physical counting, is 125,000. 有部黄色嘅，有部咩？各位，回顾27年，每年参与嘅人又高又低。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人类的历史上高是从未曾是有过这么多人是坚持了这么多年，在同一天6月4日每一年在同一个地方向一个这么少数的专政的政权作出抗议。我哋系创造咗一项历史嘅纪录，我哋为香港感到骄傲。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urnout rate in the last 27 years varied from time to time, but there is one thing.Clear to every one of us.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ere have never been so many people who have, for so many years, gathered together on the same day, the June 4th, at the same place to protest for the same cause against.Tyranny of Sophia. So, we, the Hong Kong people, have made this historic record. We are proud of Hong Kong. Okay. 跟住我哋有请支联会副主席周文强先生，大家朗读大会宣言。对于廖德顺来说，是因为抵抗屠城而被困牢狱的27年；对于丁子霖来说，是因为痛失爱儿而日夜煎熬的27年；对于蒲子强来说，是因为侥幸生还而背负重责的27年；对于在场的不少朋友来说，是因为坚守公义而不离不弃的27年。27年面对暴行，有人反抗，有人逃避；面对冤魂，有人悼念，有人遗忘。作为生者，有人选择去继承死者的位置，有人说与我何干。作为香港人，我们是选择去背负责任，就是背转身去。责任没办法强加，选择自有难矣。这些年来平反六四，結束專政，建設民主，不單單是支聯會的口號，更加是國內不少仁人志士身體力行地去追求的目標。為此，他們被囚禁、被驅逐、被酷刑、妻離子散、被社會所孤立，但
但是從未放低依附他們自愿挑起的擔子。六四毀了一代人，亦都造就了一代人。經歷當年血淚洗禮的懵懂少年，現在已經成長為獨當一面的人權律師、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者、意見的作家、調查記者、家庭教會的牧師、街頭行動者等等。當年的參與造就了他們一輩子的堅持，八九一代成為了當下推動中國民主化裏面最堅實的力量。而在香港，六四同樣是一代人的啟蒙。每年的六四紀念活動成為了不少人參與社會運動的初體驗，傳遞著香港人對公義的堅持、對真相的執著、對強權的無畏和對人的關懷。從維園走出去的人帶著這些價值、帶著這些觸動，參與到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裡面，成為了守護香港最重要的力量。打壓激發起反抗，反抗惹來更大的打壓，這個看起上來好像是一個死循環。但是只要反抗的記憶不滅，反抗的經驗不被遺忘，每一次的打壓就是民間力量的累積。守護記憶就是守護前人殺下來的火種，只要火種不滅，終有一日星星之火必將燎原。當然這些都不是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對的事情就值得去做，值得去堅持。是因為我們確信追究屠城無罪、紀念亡者無罪、建設民主無罪。對於27年來對真相的歪曲、對受害者的迫害，我們沒辦法漠然視之。對於習近平上台以來的濫暴濫判，對於同路人的苦難，我們沒辦法置之不理。是的，在國內爭取民主的朋友難道就不是我們的同路人嗎？在對抗中共專政的路上面，他們行了在最前線，為我們擋下了最暴烈的風雨。在中共對香港屠窮避嚴的一刻，難道我們可以奢望獨善其身嗎？這一刻正正是我們應該和國內無數的反抗者站在一起的時刻，結束一黨專政。不單單是為了中國的民主，更加是為了香港的自由。對於前線的抗爭者、民主路上的先行者，我們不可以讓他們孤單抗爭。這裏面有我們這裏每一個人的選擇，好像苗德順，好像丁子霖，好像蒲志強，好像我們這裏的每一個朋友，我們都可以隨時選擇放低，不再去觸動強權的神經，然後安穩地過自己的小日子。
这个是一个选择，不关乎身份，亦都冇咩嘅必然，但是大家选择来到了这里，感谢大家在看不到尽头的长夜里面依然选择去坚持，感谢大家在面对自身的困境的时候依然选择关怀，感谢大家在利益和权力面前选择良知。我们没有办法去承诺个天几时会亮，但是我们可以承诺和大家一直同行，直到六四真相大白，刽子手面对审判的那一日，直到一党专政终结，政治冷暴紫色的那一日，我们会一直坚持释放民运人士，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建设民主中国，平反六四，平反六四，停止滥捕，停止滥捕，结束专政，结束专政，力争民主，力争民主，请大家举起烛光，现在火化吊唁册，以祭六四死难同胞在天之灵。We now will incinerate the condolence book to mourn over the death of June 4th victims.
嘅六四嘅烛光集会，喺嚟到离开前，我希望大家有继续同我哋抗争落去。如果大家有长好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填低你嘅资料，特别加入我哋支联会嘅义工组。年轻嘅朋友，我哋更加呼吁大家参加我哋支联会嘅青年组，好冇？大家可以填低嘅资料，等我去一间我哋嘅出口嘅钱箱，亦都可以透过电邮联络我哋。另外，亦都呼吁大家，我哋嘅六四纪念馆喺尖沙咀嘅柯士甸路系仍然开放，希望大家都约埋你所识嘅朋友，都去到六四纪念馆，大家无忘历史，无忘真相，好唔好？头先好多市民同我哋讲，一定要坚持。需要大家的支持，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中国共产党是禁制六四的记忆，我们要用记忆是和遗忘抗争，所以希望大家出去的时候大家可以捐款支持我们六四纪念馆的抗馆的筹款，大家知道我们的纪念馆是有官司打，亦都是受到很多滋扰，但我们相信香港是一定是要有一个六四纪念馆向中共继续控诉，所以在这里呼吁，我们相信香港一定容得下一个六四纪念馆，我哋相信大家会支持，所以希望大家出去嘅时候可以每人都可以捐款支持六四纪念馆，每人100蚊，咁我哋300蚊个目标，300万个目标就一定可以达到，希望大家同我哋坚持呢个抗争，唔系净系今晚个抗争，系每一日中共嘅镇压亦都每一日，所以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我们要将六四这个屠杀的罪行给全香港知道，全中国知道，全世界知道，多谢大家。各位，六四过后，支联会是民阵的成员团体，我们都在这里呼吁大家今年继续是七一行出来参加由民间人权阵线是已经办了十几年的七一大游行，继续用我们的脚步争取我们的民主。